曲灵魂大兜乱。呢、這个 game 有两首指定嘅歌，两队都要各自演绎一首，但系唔系就咁唱，而系要互相交换歌曲灵魂演绎出嚟，将原曲互换拍子，歌曲风格咁嚟唱，考验玩家即场改编同埋演绎嘅能力。两首歌《命硬》同埋《富士山下》，我哋会交换灵魂唱。点样交换灵魂啊？嗱，《富士山下》咧就係一個四拍嘅小調情歌嚇，係啊係啊，命硬咧就係六拍嘅大氣情歌。點唱啊？我哋示範俾你睇下。我哋示範個四拍先。四拍。我緊呢個四拍。係。六拍係點㗎？二百年后再一起，应该不怕旁人不服气。原装系咁，我转四拍。二百年后再一起，应该不怕旁人不服气。啊，我明啦。咁明白，你即系好似话将我嗰只《皆大欢喜》系转咗真情而唱咯，系嘛？点啊？乜《皆大欢喜》？戏呀戏呀戏呀戏，但系一真情啊！笑声笑声，戏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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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戏。哇！好独特嘅见解啊！叹为观止啊！秒杀秒杀啊！诶，不如家人姐，你都系俾一个机会我哋啲后生嘅，都试下呢个交换灵魂啦！即刻开始啦！音乐擂台 ，Let's go！ Music Research Show Time。觉得点？我竟然中意咗少少啊，因为佢哋有和音啊。我哋都有啦。佢哋真系好好听啊，但系冇我哋咁好听。但我完全睇唔到佢哋一件事嚟喎。嗱，嘉燕姐，等你睇睇咩叫一件事。好啊。Music Monster Show Time。二百年后再一起。等荆棘满途全枯死，拦路如片似雪花，阴郁的你懂吗？这风褛我给你磨到有襟花，连掉了漆也不怕，怎么怎么始终牵挂，苦心酸痛今天再车你回家。原谅我不再送花，伤口应要结疤，花瓣铺满心里才害怕。如若你非我不嫁，非只终必火化。一生一世定一天要代价，非我不嫁，非只终必火化。一生一世定一天要代价。
谁都只得那双手，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，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。曾沿着雪路浪游，为何为好事泪流，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，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，试管里找不到他染污眼眸，前尘硬化像石头，随缘地抛下便逃走。我绝不罕有，往街里绕过一周，我便化乌有。我哋唔系一件事，系点啊？睇下我啲队员讲咩先啦。系啊，听下。其实我未听嗰阵咧，我就知道佢哋会输。点解？因为我哋一定会赢咯。好逻辑，好逻辑。咩？佢哋啲拍子翻翻转头，变翻六拍八都冇意思啦。唔好讲咁多，听下嘉燕姐讲咩先，好唔好？两队嘅组合咧，都唱得唔错嘅，难度几高下嘅。咁首先讲下依边嘅先啦吓。阿 Gary 啊，你嗰句啊好爆啊，又唔会走音喎，又 keep 翻好喎。咁啊，欣赏 Judas 啊。你的聲音一出來，哇，令人一個很清新很舒服的感覺，是不錯的，是不是聽我的東西？還沒說，即是很合拍的，多謝多謝，Jonathan 鄭容，你們這邊其實你們的 arrangement 難度十分之高，又有柔和的一面，又有叫喊的一面，還有 RX 的 beatbox， 其實是難度高的，欣賞你們的個合拍。不過呢，太過複雜了一點，但如果當我一隻新歌有新的 arrangement 來聽，好像這邊的組合呢，我接受多一點。多謝多謝，簡單就是美嘛。